好，我们以前是解正确得到怎么样？得到爱跟 energy， 对不对哈？好，我们以前是这样解的嘛，对不对哈？那我们这一章要讲的哈，我们再这样讲的，就是你们书上的标题讲的哈。我们从算谱，我们不再，我们不用解锁定这 equation， 你们锁定就可以是微分方式，我们不用解微分方式，我们也可以得到相同答案。对。OK， 那么这一章是用简谐运动做例子哈。好，就简谐运动哈。那简谐运动是那个，这是简谐运动嘛哈。那我这边哈，把它改成那个 reduce mass 哈。你书上都是用 m 啦 ，m 是质量嘛哈。那比较，我上次在讲那简谐运动的时候，不是跟你讲嘛哈，很多例子，大部分情形都是要用 reduce mass 比较准确哈。例如说氢分子对不对？氢分的振动，哦，所以我这边把它改成了 reduce mass。OK， 然后这个式子后面的 k， 我们可以把它换成那个，我们知道哈，啊，那 omega 哈 ，omega 说是 k 立常数，啊，立常数除以那个 reduce mass， 所以我们后面这个式子可以改写成这样子，我们，好，就后面这一部分了哈。好，我们可以把它换成这样，就因为是这个关系。好，你欧米伽平方的话，就 k 是 μ 对不对哈？好，所以就变成这样子。对，好，那这是简谐运动的汉密尔顿哈。那我们现在哈，就是换一，好，我们来看这两个相乘哈。这边是简的，这边是简的，这边是加的。OK 哈。哦，那我们把这两个乘，但我们现在还不晓得为什么要这样乘了哈。等一下你们就知道哈，这两个相乘，我们看变成是，对对哈 ，h omega， 然后这边这个乘的这一项乘上这一项变成什么？二分之 h 八 omega， 然后一个 mu 对不对哈？对，对哈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对，好，那我们再看这一项，这一项再乘这一项变成什么？不对，下。这一项再乘这一项，跟这一项再乘这一项，两个，对不起，我先把这两个项乘好了，因为那个要另外处理的哈。这一项乘这一项变成什么？对对，因为 i 负 i， 所以变成加的。然后什么项 ？p 平方，啊，上面是 p 平方嘛，对对哈。那分母呢？分母是两倍的 μ。那我们看这一项乘这一项变成多少？i 有个 i 哈是虚数的，然后加上 i 对不对哈？这个系数乘上这个系数 μ omega 消掉了，对不对哈 ？h bar 没有消掉，好，那另外还有多少？二跟二变，所以两倍的多少？好，然后 x p 对不对？好，这边有个 s 嘛，这边有个 p 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是 x 乘上 p 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看这一项乘上这一项变成什么？负的，好，负的 i， 对不对哈？那这两个消掉 ，h bar 没有消，所以变成是，我看看没弄错哈，好像差一个，好像有点哦，对，没有错 ，OK 哈，啊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对，那我们知道这一项。这一项，然后这个是等于，我再写到这边来哈，所以等于对不对哈？我们把这乘进来了哈，把 h bar omega 乘进来 ，h bar 跟 h bar 消掉，变成 omega 平方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变成是二分之一，然后对不对哈？那再加上这一项二。是不是这样子？给、okay. 到前面的，然后再加上，好，加上这二分之一，啊 ，i， 然后 h bar 消掉 ，omega， 给、okay, 是不是这样子？然后前面这是什么？前面这两项加起来什么？在这里，对不对哈？在这里，所以等于是什么？等于是 h
然后加上后面这一项。那我们现在哈，我们现在把这卦符里头的这个量哈，这我们把它用另外符号来表示。OK， 好，我们用就走卦符这个。哦，我左边那个这边哈，这边是这个，对不对哈？右边呢？右边是这个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好、哦，那从这个结果，这个等于这个结果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 ，A 第二个乘上 A 等于这个，这是这对哈，等于，然后加上什么？这个 I。你们告诉我，我们复习一下，这等于多少 ？A 跟 P 的 commutator 等于多少？啊？以前我们跟你解过这个了。那这个对调等于多少？差个负号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，对不对？对哈。那从这个我们把它带进来，带到这边来。那这告诉我们，这边是多少？这，啊，所以是 I H 八，对不对哈？然后 I 乘上 I 是多少 ？I 的平方 ，I 的平方是负一嘛？对，所以这，哦，所以等于是。减掉二分之一 H 八欧米伽 ，OK。好，所以你要记得，所以我们就得到这个公式哈。那我再问一下，这个公式怎么得到的？这个条件得到的？好，就我们有这个 commutator 得到这个结论。有没有问题？啊，这是第一个我们有的公式哈。那这个公式是从这个条件下得到的，啊，也就是我在写这边的，这边前提这 commutator 有没有？好，啊，这 commutator 就是，啊，这 commutator。从这 commutator 我们得到这个结论，啊，得到这边还多出这一项出来，有没有问题？啊，这一项非常重要哈，有这一项产生什么呀？才产生后面的 eigenvalue。好，啊，后面这 eigenvalue 怎么产生的？就是由这一项产生的。那这一项怎么来的？这一项是从这来的，听清楚吗 ？OK。好，那我们再继续，我们还用到其他公式的。我们先看这两个算符的 commutator 了哈。啊，就这两个，啊，这两个 commutator， 给哈。那这是等于 A， 那我们看这个等于多少哈？给。哦，前面还有个 H 八，没关系，对，OK， 好，这样没有错，对。啊，就是我在写那个前面那个式子的时候，前面还有个 H 八欧米伽哈，啊，那么再看这两个哈，这两个 operator， 啊，我们 A 跟 A dagger 的 commutator， 啊，那你把那个 A 跟 A dagger 带进去，啊，那你这边乘开了以后，乘开也会重新组合，可以得到这个结论，啊，它等于一哈，我们还是做看看好了哈，我们看这个乘上这个。好，这一项乘上这一项变成什么？ Okay. 多少？你们告诉我，二分多少？二分之一 mu， 然后这一项多少？二分之 mu omega h 八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 s 平方，然后在这一项，这两个相乘变成多少？加的，然后 P
平方二 u， OK 好，然后再过来，这乘上这个，加上五 i， 啊，等这一项，对不对 ？OK 好，然后底下这个相乘，底下这个相乘也一样的。看、啊、你们这哈，这边是，这边是负号嘛哈，所以这两项相乘是这边负号，这边负号，那这边杠负号，然后负号，负号原先是正号，所以变成负号，这边是你好，啊怎么样？没有，对了，原先 x 减掉 p 嘛，对不对哈？那这边本来是正号，但正号这边有个负号，所以变成是正号。我再讲一次。这边是这一项嘛哈，这一项的，这一项是 x 在前头 ，p 在后头，对不对？所以原先是这边正的，这边负的，所以是负的，对，这原先是这边正的啊，这边正的，所以是正号，正号在前面这个负号，所以这边变成负号，那这边刚好倒过来，然后我们看哈。这一项跟这一项怎么样？正负收怎么样？消掉了。这一项跟这一项怎么样？消掉了。好，那这两项是一样的，所以变成多少？两倍消掉，也是二变成多少？负 i， 然后 h bar 分之一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怎么样？再 commutator。那这 computer 在这里，啊，有没有问题？好，所以 i 乘上前面的负 i 等于多少？等于一。这边的 h bar 跟这 h bar 消掉，所以等最后等结果等于多少？你们跟我讲好不好？对，等于一。好，所以这个 commutator， 好，这个 commutator 等于一，啊，所以我们有几个的，第一个，啊，这个关系式嘛，哈，然后再过来这个 commutator 等于一，所以我把最后结果就写在上面了哈，这都抄了没有？就这个你们可以自己做的啦，对不对哈？好，所以我把最后结果写在这里，啊，你看哈，再注意哈，我们得到这个结论哈，我们在这个结论是在什么情况下得到的？在这个情况下。我们用到什么？我们要用到什么条件？用在这，有没有？我们也刚刚是这个，我们也刚用这个才得到这个关系，这样清楚吗？那我们现在这个关系也怎么得到的？也是这 commutator 得到的，这样清楚吗？好，两个哈，这个式子跟这个式子都是这个 commutator 得到的，对。好，那我们再做其他。要用到的东西哈，可能你们现在还不晓得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哈，那底下我们再谈那个量子化之后就知道了哈，是不是等这样子？对，好，那我们把 H 在这边，我们把 H 在这边带过来， H 这边 H 告诉我们 H 等于多少，哈密顿等于多少，等于多少，等于H bar omega， 然后 a dagger， 然后加上多少？加上二分之一，对不对哈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哈，同学有没有问题？那我们把这个哈，把这个带到左边去，所以我们就得到。给哈，好，你们再看一看是不是这样子，然后我把那个哈，这边的 h bar 哈，这边的 h bar 可以提出来，对不对？好，这边 h bar 是不是可以提出来？
好，这边有 h 八，这边对 ，h 八 omega， 这边 h 八 omega 可以提出来，所以变成这个加二分之一，就是我左边写的那个。好，变成是啊、哦，你把这式展开哈，那这个乘上这个等于什么？等于 a， 第一个乘上 a， 然后再 a， 好，然后加上二分之 a， 然后再减掉 a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好，那我们看哈，这一项跟这一项是不是消掉？好，好，这二分之一 a， 这二分之一 a 消掉了哈。好，那这边呢？这边可以怎么写？这边可以这样写，有没有问题 ？OK， 那你们看哈。这个减这个是什么？等多少？这减这个等多少？这分。所以这个等多少？啊？多少？负一了，不是一了，不要忘了，这是在前头，这在后头，哦，所以是负一。好，所以等多少？负的多少 ？h 八 ，omega a， 嗯，嗯，这样会了吗？啊哈，那我现在把它写在，因为等一下我们都要用到这些公式了哈。那我现在就把这结果哈，把这结果写在那边了哈。嗯，我们要 a 对不对哈？那相同用相同方法，你可以这样也可以证明这个，啊，你可以得到这个结论哈。这个你们可以自己做了，我就不帮您做了哈。这很容易，这很容易做了，啊啊。然后从这关系式，我把那个右边那个再写过来哈，哈、啊。我把这些式子哈、啊、写下来，就得到哈、啊，从这些式子得到什么呢？得到这结论了。好、啊，我们从这些式子哈、啊，从这些式子就得到什么？得到这结论。然后还我们再重新讲一下。在什么条件下得到这些式子？我开刚刚讲过，啊，最右边那边哈，啊，这个条件，啊，这个 commutator， 我们由这个 commutator， 我们得到这四个式子，这样会了吗？好，由这个 commutator 对哈，由这个 commutator 我们得到这个式子，我们刚刚都已经推导过了哈。